哦，来，哎，嗨，大家好，我是阿全。那个，这边就是红会广场，然后现在就是那个三洋 AMBCU 的发表会现场。那因为现在刚结束哦，然后车价是11万哦，优惠，现在车价优惠是11万，然后直到9月底啊，9月30号。那如果大家要买AMBCU 的话就要赶快。那实车的部分呢，因为现在大家媒体都在拍照拍影片，那我们就等人群散了一点我们再来拍照吧。哦，那先这样，拜拜。小咖的没有尊严，公拉小。好像这台应该就是绿色吧。对，你确定？应该啦，因为它曼巴绿跟那个旷野中其实真的长得很像。我先假装，因为它光泽是带点绿色的，我就假装它是绿色吧。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头非常的特别，长得很像隔壁棚的小阿鲁或者是 H2 之类的哦。然后我们把它打开，对，然后它的这个自行灯在这边，在大灯的左右两侧哦。然后我们把它发动，发动之后大灯才会亮。好吧，好，下面就亮了嘛。那近灯是下面，远灯是上面。OK， 前面基本上一样也是33啦、啊，这边应该前后都跟 DRG 是一样的，然后它的前路图跟 DRG 不一样，其实我比较喜欢这块短的，不知道 DRG 能不能上。然后它的轮胎呢，尺寸都一样，哦，是120/70/13的，但是不是 DRG 的 R1N， 而是健大的 K6035， 哦，看得出来的花纹是不一样的。然后6035这个型号，我记得我在网络上做了一下功课，建大那边是查不到的，所以说这是新的轮胎，为了它开发的。然后很特别，发光灯在上面哦，它不是流水式的哦，就闪烁而已 ，LED 的。然后它的碟盘跟 DRG 一样，都是260的。然后呢，卡钳很棒，就是那一颗万年单二，然后一样有 TCS， 然后跟 ABS 都有，因为你看得到里面有那个轮速感应器啊。下一样，然后看一下仪表啊，他说是那个高反差的 LCD 仪表，是有多高？就高反差亮度比较高，你一般液晶仪表呢是不会那么亮的。真的假的？真的，你去美国骑的车看起来就没那么亮啊。然后它就有那个转速嘛，时速，然后电压，然后时间，然后跟它的油量，然后它可以切换，用右边的来切换，上面会变成单趟嘛，单趟，然后油量里程、机油里程啊，然后跟电压哦，啊，该有的就都有了。然后 TCS 的 on off， 你现在是关起来的状态呢，它就一定都是亮 off， 你发动之后看你原本的设定是 on 还是 off， 它才会跳过去，然后看一下开关总成。这个开关总成，这边就跟那个7.5期的 DRG 一样，我会这样讲，就是它那个 3D 开关总成，然后跟这个晶透的那个刹车总泵，有透吗？有啊，有透啊，有透的、哦，就是我们俗称的水族箱，看起来就比较高级一点，对，看起来就舒服很多，对，然后你也比较好检视你的那个油有没有劣化什么的，嗯，然后这只把呢，终于变成了真正的外露式的手把。这东西我很想要改到我的 DRG 上面，不知道能不能改。它的内装很棒哦，是烤漆件。哇，太棒了吧！很漂亮，但是呢，要小心会不会刮伤。哎，它有一个菱角。对，它的那个这个有做一个菱角，跟一般的规格就是那种一般的很弧形的那种是不太一样，应该是为了这台车的设计去画出这个纹路的。好看。然后他们说这边就是内装那边有个那个蛇的肚子腹部的那个纹路设计。两个 H。对，然后这边就是上面的这些颗粒也是蛇鳞纹。这边前车厢比 DRG 大很多。哎，对啊 ，DRG 就是一个小小的方块。然后它其实弄大了不少，而且它有延伸到这边来。然后你其实就是这边放饮料之外啊，这边还可以放一个就是可能小块一点的布，可以塞在这边。嗯，就我觉得其实实用性增加蛮多的。然后这边有那个 QC 3.0的充电座，非常的实用。然后中撑应该是大家这一次最觉得最可惜的部分。有多可惜？就是就是 DRG 已经更新成 Keyless 了，然后它还是就是钥匙，但是钥匙有钥匙的好哦，对，觉得是这样啊。然后车厢我们刚刚，哇哦，好，那这顶是我最近的通勤帽，它的大小是 2SL 的可乐帽哦。然后呢，我们把它倒着放进 AMBCU 的车厢。是直接可以放进去的，
那可以一次放两顶吗？没有办法，它就是让你，它的设计就是让你再多放一点东西。对，后面还有一顶，可以放雨衣啊，一些饮料啊什么的。对，其实车厢看起来是这块真的很大，因为它，DRG 原本电瓶在这边，它把它移走了，它应该是移到某个地方去了啦，我不确定在哪。好、哦，好、哦，那就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边，帮我们这个后扶手啊。我们一般这边后扶手的脚会是上扬的，对。但是他们为了就是要往下勾了，对，他往下勾，就是他要拍一个那个蛇的形象，是吗？对，他们是为了一个符合一个蛇的形象，对。然后后面的尾灯也是要符合一个蛇的形象，而且这是它辨识度，我觉得它算是蛮简单利落的尾灯形式啊，它整个尾巴的造型。对，其实亮度我觉得还不错，辨识度蛮高的。那引擎的部分呢，其实跟 DRG 一样，但是他们说传动有进行优化，就是对开闭盘啊，然后去做一些调整，就整个传动有做一些调整，然后开闭盘角度有改，所以说它的开油时间也不一样。然后呢，就说这样子可以比 DRG 更省油哦，让油耗的表现更好。然后就一样是这边单箱啊，哦，就同一支避震，其实基本上都一样啊。那它油耗的官方数据多少？油耗的官方数据，我们刚刚简报有。然后呢，就是这里跟 DRG 不一样，这里就是这只那个后脚踏，它是弹簧的吗？对，就是我们所谓的飞旋踏板，对，是啊，很方便。再来，其实都一样的哦，其实都跟 DRG 一样。那基本上骑起来一不一样，我不知道，那就是等明天试乘会，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哦。好，那就先这样吧，我是阿雄，我们路上见，拜拜。啊。We'll be right back.